今天呢，看这个日期，看这个时钟，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对，今天呢，就是我们2017年的最后一天啦。那我要在这里呢，陪大家一起跨年，然后顺便在这里跟大家说，我对2018年的这个愿望。2018年是这个戊戌年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对这个2018年也有一些期望。对，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一陈述我要的这个期望吧。 Let's go。 首先呢，我想要在2018年年尾啦，最好就是有达到300订阅，对，就是那个订阅人数啊，对吧，订阅人数就最好有达到300订阅这么多啊。可是我自己觉得是还蛮不可能的嘛，因为毕竟原本今年我设的目标也只有50订阅，没想到就来到了100订阅了呢。那所以希望这个300订阅的这个目标能够成真啦。那下一个呢，就是我关于我的学业，因为在这之后呢，我就会升入这个中学，然后我不告诉你我中学读哪一间啊，怎样，嘿嘿。所以呢，我对这个中学我自己也有一些期望，就是说，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个管乐的嘛，所以我希望我在这个中学的这个管乐团能够就是发展自己的这个音乐细胞啦，可惜没有啊，唉。OK， 那因为这个课外活动如果好的话呢，我也希望我在我的这个成绩呢，在这个学业上也有这个进步。那因为这个 UPSR 呢，我考的不是很好，这个成绩不是很好啦。那所以我希望我在明年能够好好读书，然后在未来的这个 PDTree 考到这个好成绩，来弥补我的这个遗憾呐、啊。因为才4A 而已嘛，就讲给你听了啦。我UPSR成绩也才4A 而已。那所以还有啊，我希望，因为我这个我的身体是蛮会过敏的嘛，所以我希望我能在中学的这一段时期能够好好的把这个身体这个调养好，就是做到学术、YouTube 以及这个身体上呢，还有这个健康都能够弄得很安排的很妥当。所以呢，这就是我对这个2018年的这个期望啦。那现在呢是这个11:58，最后两分钟我们就要来倒数了，倒数要怎么办呢？其实也没怎么办嘛，呵呵，这句话只在唬你的啦，哈哈哈。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呢就要差不多进入我们这个倒数阶段啦，现在是58分是不是？那等它变59，我们来自己用人体倒数，就是59秒开始算嘛。那所以我现在是有一点小期待，还有一点小兴奋，究竟2018年世界会是怎样，而我又会是怎样呢？ OK， 那现在呢我们就跟着这个表个钟来这个推断啦、啊、也不算说是推断啦、啊、所以呢现在我很激动啊，那个心好像快要跳出来一样啊，很激动，58分了、欸、所以这个11点过了12点以后呢，就是52 53 52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40 39 38 37 36 35 24 23 22 21 22 23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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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们这一集应该2018年才会看到，毕竟我还要剪片的嘛。所以现在是2018年的各位观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跨年的这种影片啊，不过现在你们终于会看到了，这也是我
有史以来最晚拍片的一天啦、啊、就是那这个时间最晚的拍片时间最晚的一天啦、啊、超激动啊，现在已经2018年了，外面都在放鞭炮啊，我们一个边缘人只能坐在这边哦，就对啊，就这样子。OK， 好，影片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请帮我按个赞并且分享，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最后呢，你可以到 FB 粉专号我的 IG 去按个赞。OK， 那我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是什么年啦、啊？耶，鼠年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哦，惨狗狗有什么成语？猪朋狗友不是。好啦，那就祝大家马到成功，事事顺利，然后平平安安。这个2018年又是新的一个开始啦，在365天的日记中呢，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一页啦。OK， 好，那我是 Ready 翔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